海盗尽头天作案，三灯绝顶我为峰。昨天啊，让大家默写的古诗，小董明，你作业呢？今天不是背就是写，老师啊，不能有点新花样呀。你是不是又没写？没写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学习苦，学习累，学习还得交学费，关键写字也很累。你善熊吧，你也是来学习的，没写是吧？咱后面听讲。我就不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专家都说了，对待孩子要轻声细语，不能大喊大叫的。您好，这位同学，请问您现在的作业情况完成的怎么样呢？还没写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看您在课堂上已经做到快下课了，请问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我就是不想写。听到您这个消息，我感到十分的抱歉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边交作业的时间是截止到下课前，如果下课之前您还没有交的话，我们将准备下课，这个您了解吗？不用您说，我知道，就你话多。是这样的，鉴于您是我们的 VIP 客户，为了让您高效地完成作业，我这边为您免费提供三个套餐，您需不需要体验一下呢？啊，还有套餐啊？那太好了，赶紧让我看一下，是不是就不用写了？好的。学霸成龙拍，您需不需要体验一下呢？这个我不需要耶。不需要是吧？好的。第二个套餐是痛改前非词，这个您需要吗？这个我也不需要，赶紧换下一个。十分抱歉，这个您也不需要是吗？好的，一会儿请您的爸妈到校长的办公室免费一日游，您看合不满意？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老师，我写，现在就写。Nice。好的，好的。那祝您写作愉快。屏幕前的同学们，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，您会为爱家老师的教育方式打几分呢？请在评论区留言。